陕西方言二杆子和半吊子的由来。二杆子、半吊子由来，陕西本地有方言二杆子、半吊子，意思是脾气暴躁、办事冲动、不计后果的人。这两个方言是一个意思，其来源可以追溯到唐朝。唐朝时期，长安城里一把守为京兆尹，有一项工作就是经事巡街。当时巡街驱赶路人，一不鸣锣开道，二不扛回辟虎头牌，而是在仪仗队最前面派两名手持竹竿的官差，这两个人负责用竹竿驱赶路中行人。这工作还是个正式的编制，官名叫做河道五百。中国古代用的钱是铜钱，俗称麻钱，一个称作一文钱，一千个称作一贯，也称作一吊。那么五百文钱自然就是半吊钱。老北京十分讨厌这两个开道的河道五百，所以就把这两个官差叫半吊子，其手持长杆，所以这两个人也称作二杆子。